帮我把你们的，我是用英文姓名哦，请帮我把英文姓名，用英文姓名。好，谁？好，只用英文姓名跟目前好，不要再收其他的东西，那赶快。哦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好，那不要再花时间选头像了。哦，请不要浪费时间哈。我说不要花浪费时间选择头像哦。好，来，谁还没有加那个？那这个呢？这个讨论内容是第八课跟第九课的成语。第八课跟第九课的成语哦，好，第八课跟第九课的成语。好，那现在有34个，谁还没加入？谁不用的拿出来看，考你的记忆力，因为我们早都考过了。八跟九来收起来，对，不行，收起来。张立哲，请你尊重老师。好，我今天拿出来，这个我们都已经上过了，考过了哈。好，来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好，第八课第九课的生字成语哦。有这个也有。很简单哈，大家专心哈。请请出正确的字。好。好，请写出正确的字。加什么不小？加什么不小？哦，加什么不小？好，来，好，加一不小，来，额外加分。请问 ，Rider， 请你伸手上的规矩。额外加分，请谁可以告诉我加一不小是什么？好 ，Venus。很好，来 ，Venus 加，好，加分，好加分。等一下，我再加分就分哦。好，36，好，接下来下一，好，好，第二题，百步穿什么东西？这个我要讲半天哦。好，百步穿什么东西？穿什么？哪一只羊？不要给了羊写错了哦，看得清楚吗？好，